今天一样是在格林戴尔华德，晚上要由男生来煮饭。严先生在做什么？帮肉按摩。哦，今天的这一道菜是什么？煎肉排吧。煎肉排用七种药草。对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商品在这。对，这是七种药草，我们买了 double 价钱。嗯，七种药草炎炎。厨房还有一位正在忙，李先生，让哥哥露一手。好，这个是詹姆士教的汉堡排。哇，未完成，未完成。现在要加什么料？洋葱、马铃薯、红萝卜 ，and 面包屑。我看起来是很营养哦。后面悠闲的小英，今天是女生悠闲日。敬请期待我们的晚餐。